今日真多，大家应该是暗暗啦吼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足欢喜，咱我坐甲满满。啊，但是恁的感觉，我若初级班，我无地无啊，啊无甲大家讲，因为恁现在大家拢是高级班的成员，以前啊，咱若要甲大家讲，因为咱去泸州分传单的时阵啊，啊，阮穿西装、戴帽啊，伫遐咧分传单。三个在那里说，这些人不一样啊，都穿西装在分传单啊，这样就要跟大家说，美国跟我们说，我们是一个政府，不是一个政党，不是穿衬衫步兵两个都在分传单啦。所以我特别今日借这个上课的时间，甲大家讲，你高级班结业了后，你是咱民政府的重要的干部，咱若集合，咱拢爱穿这个乌西装啊，一顶帽啊。这个乌西装啊，当然会使。秘书长讲啊，有诶较远来要娘啊，足歹势。秘书长讲啊，无，大家会使家己去买乌西装，纯乌诶啦，就是要互大家看较清楚。所以安尼是标准诶服装啦，领带啦。那也无规定，实际上领带我有规定，因为咱啊去日本去拜天王，拢咱主席送人领带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那过去班毕业啊都无去日本，所以领带啊无特别规定，啊，好大家。清楚了解一下，这是服装，咱大家拢有啊，咱的啊，等于讲名牌啦。你第几届写甲足清楚，啊，写甲足清楚。啊，我第一届啦，来遮讲课，啊，来讲课，我爱拿钱呢，拿的钱我甲恁同款呢，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这是啊，民政府甲啊什么啊党诶无同款啦，咱大家拢是义务。出钱，我
即马五十二届会要做授训初级班的，啊，咱高级班的十二届，从来我来上课为啊台南坐高铁换计程车来遮，拢是出家己的钱呢。这若要给大家爱有信心，从阮来讲，有的朋友甲安怎甲讲呢？张教授啊，啊，你都年纪我有啊，哪会要无这项的代志啦？叫我讲卖无这项的代志，伊安尼甲讲啦。啊，我要甲大家讲。这条路只有啊，这条路会解救咱本土台湾人，其他拢无可能啦。所以，咱伫美国迄方面，咱会。啊，华盛顿 DC， 甲现在办公厅要伫遐，啊，我有咱的副代表伫遐咧办公，这爱甲大家讲，美国遐的本土台湾人，我足认真的啦，啊，咱伫遮。我足感谢啊，美国遐本土台湾人捐钱啊，捐钱拢啊，因来受训了后，伊家己捐钱讲啊，我要捐这个钱，我要咱无要予财团捐钱啦，财团有啦，讲要来甲咱捐钱啦，伊要介绍一个部长来啦。啊，秘书长甲问，我甲讲，咱无要予财团啦，那予财团鼻孔去予溜掉咧，拖咧行啦，啊，你也使换民政府咧执政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恁我爱足清楚，恁的任务。是要替台湾人未来啊做啊，咱的建设啊，咱的做啊，依照咱的计划，予咱台湾人较好过。主要就是这点，所以大家爱到边好阿妈啊！所以，我穿这个服装，拢无甲大家讲，就是基本服装，你一定有这个嘛，吼、哦！你大去，你就是代表民政府的官员，这点无啊。啊，秘书长迄阵啊，甲阮帽啊，提拢去秀名。啊，恁即马以后，你若伫手里有任务，啊，你若会使甲州长讲啊，你做啥物啊职务？吼、哦、啊，当然，这职务啊，爱甲大家讲个清楚。我印名片啊，大家咧甲讨名片啊。可能啊，我予伊个名片是啥？志刚啦。因为咱实际上要甲台湾斗拍拼尔啦，
期待啊，那有较好诶，较主要诶人才，咱随时拢互人来接班。所以，我因诶是美国台湾民政府诶义工啦。啊，有诶讲，啊，你那有啦。我若去外国，我因为代表民政府出去，我摕啊台湾啊民政府参议院的啊议长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咱这个你的时间，你的啊。有的讲哦，我这安奈无任期予我啦。你若做会好，绝对无爱予你走；你若做袂好，啊，着阁直直换人嘛，这是足清楚的。所以大家要有信心，大家直直做做好，安尼好啊，好啊。有两点拜托。第一点，爱甲你的朋友叫伊来请身份证。身份证这是表示你是本土台湾人，爱甲讲好清楚。第二点，爱来受训。咱啊受训甲四千名。可能咱这个班，凡是别个开落啊，因为安怎？美国甲咱讲，恁爱训练四千名嘛，啊，咱的四千名若够啊，咱就要甲美国讲，你讲的，阮已经达到目标，啊，你唔着尽快交予阮。所以，恁若是个足好的朋友，伊若有啊，少年的。有专业的，拢甲通知叫来受训。咱较爱少年的，因为咱无爱讲哇啊，恁拢一挂老伙仔，啊，我就是老伙仔，啊，大家拢是老伙仔，啊，阮老伙仔还袂退休啊，希望少年的来接班。吼，咱有45岁。到25岁，大学以上有专业，请伊来受训。受训了后，咱秘书长会提一套册，要互看，要甲伊讨论。啊，念的到台北，念的到台中，念的到高雄。这些费用、交通的费用，拢中央要来付，且呢，中央要来付，所以大家想看卖咧，恁的囝以后若想要来民政府工作，这是足好的机会，安尼。大家有清楚啊无？啊，若有，赶紧甲州长报名，吼、哦，州长报名，吼、哦，咱大家的制度以州长为中心，吼、哦，啊，紧甲州长报名，讲恁的后生要来受训，受训，伊迄会用。礼拜六、礼拜天来讨论，吼、哦，诶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做伙讨论，丢一本册互恁看，看看来讨论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我顺便甲大家讲的吼、哦，啊，要过广告时间啦吼、哦，大家看卖咧，这安怎写？
欢迎来台南州中部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演讲吼、哦，演讲的时间啦、啊，每周三甲晚上，哦，每周三甲每周四。我哪会甲写16:50？因为七点开始，有诶坐满满啦。你要过来，你坐无有啊啦，你都爱坐楼卡去啊。所以讲，爱甲你诶，爱甲你诶朋友，你若带伊来，上好是啊。6:50来啦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大家唔知知影无？我第一届参加训练的时，听到唱3条国歌，心情无同款。恁唔知有这个心情嘛无？咱甲政党无共款呢，咱是啥？一个政府呢？啊，当然，咱爱有咱未来的国家。美国甲咱讲，这个台湾的所有权证啊，是。在天王的手里呢，啊，大家讲，啊，这当有影无影？大家感觉安尼讲，阮在台湾啊，一挂学者讲，阮在台湾60几年啊，这块土地都是阮的。啊，秘书长电话讲，啊，目睭开开，那是讲啊。伊讲国宾饭店是毋是住伫国宾饭店的？安尼就足清楚，因为国宾饭店一定有所有权证嘛。啊，这那是爱甲大家讲，莫怪阿扁啊，讲要参加联合国。阿要公道，美国来讲白杀你，咱也心肝感觉足奇怪咧。美国是普世价值，迄是拢民主的，咱要公道白杀你，是安怎白杀你？大家即马清楚啊嘛吼，因为台湾内底啦。有两种人啦，一种是流氓政府带来遐个人啦，啊，一种是啊日本政府留下遐个本土台湾人啦。原则要求美国。讲这个本土啊，台湾人啊，拜托用船甲载去日本啊！啊，麦克阿帅讲，啊，这战争结束啊，啊，都无迄个船啊，因该中国甲载来啊，啊，即马要阁甲美国要求讲，住伫台湾的600万人啊！要甲载去日本啊！啊，只较尾来讲，啊，阮要好管理，才讲台湾光复啦。恁家的人拢是建设国的国民，啊，咱敢实在是建设国的国民，
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：咱敢实在是战胜国的国民？我叫阮老母叫卡将，叫阮老爸叫奥多桑，啊，我若有一本名叫做胡米希克。安尼讲，我变啥？变中国人啦。所以，伊要好管理，上头是要人，这人要甲你载去日本去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历史上档案机密拢有。你若少年的要看看网站，拢有这100%。吼、哦，啊，伊无法度甲咱载咧，伊讲啊，才讲要来讲。放宣传单啦，恁遮个拢是啥？战胜国的国民，讲光复节啦，哦，恁大家拢光复啦，光复节啦，啊，恁大家啊，拢是啊，阮的国民啦，大家想看卖咧，迄阵啊，日本拍中国，直甲拍走甲四川去。美在遐，中国是毋是咱的敌人？是。美国是毋是咱的敌人？是。安尼就足清楚，咱拢咧甲咱乌白教、乌白扭曲。光复节啦，吼，你们都是啊中国人啦。美国甲英国抗议，你袂使集体归化为中国人，所以美国甲咱教，甲咱教讲安怎？恁大家爱来办这个台湾本土身份证啦，因为恁。把伊这个区隔出来，恁才有可能来公道啦。台湾以前的啊，日本留落来遮的啊，居民啊，是伊的后代，才有权利来解决台湾啦。因无可能，因。咱若欢迎伊住落来，咱无要甲排除。我一寡遮个朋友，啊，就是我个学生，若是有乌仔汉字个啊，足优秀个啊。咱若想讲，伊就赶紧去办办一个身份证，伊也留落来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事实啦。咱无要甲，就是讲爱甲讲，紧来办。啊，你就是居民，居民按照咱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，你伫遮六年啊，经过考试，啊，你台湾话会晓讲，啊，你认同这个台湾，你会使留落啊。哦，六年以后，我予你一个公民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哦，唔是讲啊，我汉字啊是汉字，我啊到到时因只后代拢无法度，咱无安尼啦，真正有诶，我汉字足优秀诶啊，哦，啊伊。各方面表现足好个啊，咱也有需要遮人才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甲大家讲，啊，予大家足清楚。啊，咱即马啊，这就是插播啦。要甲大家讲，你若伫嘉义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台南附近啊，你着安排这个时间。吼、哦，啊啊，来遮啊，
参观啦。这是台南市东区林森路一段165号阿饼饭店啦。啊，我坐计程车，计程车讲，我甲问讲，你有看到阿饼饭店？这个所在是很显著，三四条路汇合，吼、哦，要两个车头迄边防空过去。伊讲，王定宇咧做台南州长啦，有法甲讲，唔是啦，因为咱这个看板啊，无出来，因为咱遮诶，咱要做，咱遮诶看板吼，咱有写王州长，吼，因讲，王定宇咧做啊台南州诶州长啦，我甲讲毋是，咱王州长是刘英诶。奖学金拿国家的奖学金到英国留学，取得海洋这方面的博士，是一个专家。所以有的不知道我那天我有法给大家介绍说不是王定宇啦，是咱王志腾，王志腾伊足优秀诶，伊安怎讲伊足优秀诶？一个公会去英国，伊原早想要去日本。到尾啊，伊去选英国，实际上海洋啊是英国国家出名，所以伊伫遐摕到学位了后，才转来咱政府机关海洋这个机关工作，了后伊时间到啊。因为公会出来几年，就要做几年啦。时间到，伊才走去大学内底咧教册，所以伊现在是副教授，足少年的啦。咱拢爱少年的有关专业的，咱拢会加邀请来。来担任重要的政府官员，所以安尼爱甲恁囝叫来上课啊，哎呀，免啦，才拜托啦吼，才拜托。好，因为时间吼，广告时间吼太济了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吼，因为咱这个。课程啊，较干燥啦，是安怎讲较干燥？较无遐青菜吼，因为是安怎？就是心计，就一定照心计法规来执行，这拢爱甲法律有关系。但是咱。可以提几个案例让大家来了解，咱会计制度的时候，咱都有提案例让大家嘛，咱现在我要提严清标，大家知道他的案件嘛，是安怎哄掠的鬼？伊讲荷花酒报公账，
我若法官吼，我要先处罚审计人员，要处罚会计人员，伊都毋知影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因为以前伊是啥？伊是无当的嘛，创一个互你拉落，你以后就听我的话，吼、哦，所以因囝参加国民党。那国民党无代志，那是毋是的，拢加减拢有代志。啊，这毋是我咧讲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徐水德，伊讲。犯院啊，是阮国民党开的啦。啊，你听到这会吐血啊？未？实际上就是安尼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今仔日看到唔知有成功啊无？好、哦，伊个贪污足大条的。啊，原来凊彩讲免啊交保。免押，啊！即马阁提出抗告，啊！即马抗告，毋知有成功阁收押无？这就是啥物？啊！这就是啊！国民党诶，啥物？诶啊！迄、那个马英九办公室的主任啦，啊！所以。嘿，赖素如嘿，啊，所以讲这大家足清楚啦，吼，啊，这咱各家都甲结束起来，啊，要让大家知影，啊，因为我有伫迄个初级班，我有甲讲，大家上好是带笔电，还是带随身碟，我这个内底有。百几页，吼、哦、啊，无可能拢讲会完啦。主要概要的，甲大家讲，啊，若有兴趣的，扩登去，吼、哦、啊，豆豆啊看，吼、哦、啊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咱来。咱心计的概念，心计是主要啊的概念，是对资料做出啊整理、甲啊做啊收集啊、甲分析啊、评估机关财务的状况吼。啊，就资料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咱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咱伫啊会计制度内底啊有讲过啊。哦啊，审计啊准则啊之间相关的程度甲应当的表达，超然独立做出结论甲报告。啊，进行审计人员必须要有独立性，具有。专业知识，我头拄啊，那会讲迄个袁清标，伊那起毛足歹咧，讲哎啊，别人以前都拢讲报会杀你，啊，我即嘛哎去酒家提这发票，等来报销，报去啊，讲啥物？讲这是贪污啦，伊心里面总是啊，都无遐多啊，因为法院是因开的嘛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大家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，那安尼大家足清楚。咱即嘛就讲心计准则。会计后会计准则啊，
心计后心计准则啦。哦，啊，咱要来甲大家讲心计的准则啦，就是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时，啊，必须要遵守公认的啊审计准则。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啊，拢有不同的组织来定这个审计准则。咱台湾啊，有这个叫做啊财团法人会计研究基金会，这一挂会计教授拢伫遐咧研究，吼、哦、啊！伊研究了后，拢有公布，但是啊，因提这个公费啊，研究了后，你要爱这个资料，啊，搁爱用钱去买啊！我认为这个无道理，安怎讲无道理？这等于法律嘛？哎，啊，法律你爱搁开钱去买，安尼哪有道理？大家思考看卖，嘿，啊，这就是有编制的预算，予恁一挂学者啊来啊讲这个代志吼，啊，了解讲这个代志，甲这个准则吼，啊，你爱搁开钱去买啦，啊，我认为这个无道理。那讲，诶，我要啊，我要爱了解，我上网查就好啊。吼、哦，那爱搁开钱去买，实际上是爱搁开钱去买。啊，以前会计制度的啊规章啊，那是爱买，到尾啊啊，因为一个会计师做立法委员。则讲，恁若是爱阁用钱买这个啊会计制度的规章啊，啊摆啊，阮则无爱预算的经费甲恁编，恁去卖这就好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到尾来讲啊，好啦，无要紧啊，这个叫做会计制度的规章，因啊，则免钱。即嘛可以上网去登录，啊，即个都爱钱啦，吼、哦，伊介绍定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啊，予大家清楚啦。啊，美国也有啊，美国会计师啊网站，啊，英国也有，日本也有，吼、哦，拢即拢有这个网站哦，会使予大家去查哩。咱即卖要过来讲，审计会计制度啊，甲类型哦，咱啊审计会计制度啦，咱讲政府预算的管理工具啦，啊是要为各级政府推行政务甲控制资源。哦，啊，这个依照这个法令规章的规定，设计一套会计记录甲报告的方法，处理审计的准则。啊，通常啊，这个预算的制度啦，要达到控制政府机关各项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来符合法令。规章啊，限制啊，提供决策的参考啊，咱啊，咱有一本台湾啊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回去应该大家拢有分一本啊，回去变这里。啊，49条，哦，49条，就是讲
伊这个预算啊，一本比小于伊个，袂使执行啦。就是文字馆不可以啊执行文字馆，所以啊，这就是咧甲大家讲，咱民政府甲其他的地方政府拢无共款啦，咱为预算的所在。都甲限定下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大家参考。好、啊、来，审计制度啊的类型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有运作的审计，啊，这个遵守的审计。甲财务报表的审计，资讯科技的审计，即马现在咱国税局啊有一个资料中心啦、啊，啊，这个中心啊，啊，足清楚所有的报税，那有。异常诶，都要查销啦，所以有诶做销，爱特别注意。你莫去年赚大钱，明年搁了钱，后年搁了钱，吼、哦！你若赚钱啊啊，赚钱搁赚钱搁赚钱，伊就较袂查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你都有交税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因为。你无异常嘛，这叫做无异常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的营业额就遐济，啊，所以你无啊异常。你营业遐济，诶，啊，去年讲诶了钱啦，啊，伊当然伊要查税。所以讲电脑中心啊，现在啊，换较好啦。较早以前啊，国税局的拖开一半啦。因为大家拢无清楚啦，因为迄阵啊无电脑啊，你要盖花我就花咧啦。伊就是官员最大，你虽然你是会计师啊，会计师，你我讲安尼就安尼，我是官员最大。甲即马中国同款啦，中共也是官员最大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。咱啊，这个为中国传来的这个流亡政府啦，拢同款啦。哦，啊，这都大家足清楚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政府啊，审计啊，从这个业务处理上啊，分为啊。财务的审计，啊加啊绩效的审计，啊拢是咧讲伊的施政性、合规性、加效能性，吼、哦，一定要达到这个情形啦。啊，所以咱会了解，啊，伊若违法。审计人员一个看都知影嘛，所以会足清楚啊。啊，袂讲要整你，互你入房啊，入迄个做啥？入布地啦，入暗坑啦，啊，才甲你锁起来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情形。啊，咱哦，我啊，互大家参考一下。这个就是咱有甲调整吼、哦，有这个情形吼、哦，啊，予大家做参考啦。这就是咱的啊审计啊业务处理的情形。即马要讲舞弊吼，啊舞弊啦，
咱要甲大家讲吼，因为美国啊，舞弊的审计人员的协会啊，认为一种发现舞弊的先发制人的方法，就是运用会计记录甲其他的信息进行分析，啊甲啊，这个分析，这个啊性能吼，啊甲这个啊复合，啊来找出这个舞弊的行为，啊，咱就会了解啊，这个舞弊藏伫底，哦啊来做，啊这就是啥？我们包括准啊来，迄、那个针对吼。这个舞弊正在或将发生的整个防范甲这个监督的活动，啊，这咱也要甲大家讲，吼，这个情形，吼，啊，这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啦，吼，因为时间上吼，我无法度我。这拢甲大过，哦，拢甲大过。咱即马来讲会计制度的范例，这个范例啦，是要予大家做参考。哦，实际上，咱现在各州的会计制度，咱有甲规定，先用收支明细账。好、哦、啊，用收支明细账啊记录啊来做较简单的，也未啊讲咱要较做较复杂。你若做较复杂，你爱一定爱有专业的人，所以讲无专业的人实在较无好做了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是甲大家啊讲一下吼。啊，咱现在规定讲。每个月啊，啊，请各州啊报一份收支明细账报起来，啊，予中央知影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有这个规定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这要予大家清楚会计报告的规定啊，有。收支结算表、现金啊出纳表、甲财务状况表，啊，财务状况表啦，这是最近啊，才用这个财务状况表。较早讲资产负债表啦，这个资产负债表啦，已经啊，伫啊2013年一月开始，咱。实施啊，迄、那个啊，国际财务准则哦，咱实施国际财务准则，实施了后，咱资产负债表啊，都改为财务状况表啊，这爱予大家知影这里哦啊，即马拢叫做财务状况表，唔是资产。负债表啊，啊，这些就是范例的附件。啊，那是本身不是上课的，啊，看到这那他讲莫来烧，因为这些表格啊无法度啊那这啊那去处理，所以啊，这就是讲各州啊。你若有会计这方面的专业，你会使甲州长讲，你有会计专业，你会使来做各州的会计工作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也甲大家讲，免客气，啊，免客气。咱大家，你爱做啥，你有这个专才，啊，拢免客气，吼、哦。这些都是
这个表格啦，哦啊，这我是迄、那个啊，这个会计科目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负责啦，疏散负责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让大家清楚啊，咱。这拢大家做参考啦吼，迄、那个啊办公会就是遮做办公会，吼、哦、啊业务会就是遮过资会，即句大家知影无？所以即句我大概啊。讲较简单，予大家知影，就是讲咱买啊资产，咱买机械，这就是资产。啊，资产啊，会使用五年，啊，就照五年来摊。啊，一年啊，照伊个啊，迄、那个。摊做五年啊来摊，当然这叫做积固啦，做费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积固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资产吼，固定的资产啦。啊，依照伊若听讲五年啊，你就用五年来摊，一年那500万，一年就摊100万，予大家有这个安尼观念吼。哦哦，啊，遮个拢甲大家，互大家参考一下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爱互大家知影，校坡的管理啦，有永久保管的。永久保管的，你袂使甲毁掉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有十年保管的，啊，就是遮的十年了后，你会使甲毁掉。所以有的人啊，若要查税啊，你若甲十年以后要去甲查，伊讲我按照会计制度，我无留十年以前的。小啊，伊无法道理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爱知影吼、哦。啊，若有保管五年的、三年的，吼、哦，拢有这个规定啊。啊，债务人员啊，啊，就是啊，爱专利的啦，吼、哦，爱专利的。啊，若无法度专利的吼，上头边界无遐大，上头减一个我会使啦，袂使。啊，这个做会计，啊，佮做出纳，袂使安尼啦。会计都做会计，啊，出纳都做出纳，吼、哦，爱分开啦，吼、哦，这爱予大家清楚这个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是这个问题，啊，咱即马过来看内部审计的程序哦，因为这话予大家。参考就好啦，吼！啊，咱阁直直看来，咱的实务啊，是摕这个啊，流亡政府审计部的资料来做实务上的介绍啦。啊，当然，这个是审计部长。啊，我若有甲伊一个缘分啦，我伫艺术大学在做会计系主任的时，我有甲邀请来演讲。迄阵啊，伊是副部长，啊，我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是彰化商业。
毕业的啊，本土台湾人啊，所以伊那他感冒咧烧啊，真济代志吼，有问题，啊伊指责出来，啊甲送予检察院，予检察院去查，所以咱我甲鼓掌啦吼，因为伊这就是我本土台湾人啦吼，这就是甲大家讲。啊，伊这伊个审查吼，啊，伊个前言这拢以下，哦，啊，这予大家参考一下吼，这拢啊，这拢有安怎你知啊？这拢有遮个资料，吼，咱。国营事业机关有21个，分支机关有558，所以足济代志啊，足济代志啊，拢是国营事业，拢以后那无身份证的啊，以后你无可能阁做国营事业的啊人员。你的朋友若伫国营事业的，赶紧来安怎来办身份证？哦，这予大家，你看，哦，超收，哦，那个税收啊，那么预算啊，结算啊，经修正减列4亿。审定1兆啊，7344亿，较预算减少了啊539亿元。哦啊，这拢伊个数字啦，哦啊，拢有吼、哦，啊好，这拢予大家做参考啦。啊，主要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。监察院有57件，伊就是安怎？监察院就是讲违法的啦，吼、哦，57件啦。啊，以前啊，这里是前财政部长嘛，啊，即卖又搁换人啊啦，所以安怎讲？啊，伊讲中央的啊负责啦，4兆啊60。亿啊，也还不完全呐、啊。那这里啊，财务长尊重审计部的指教啦、啊。啊，这就是讲审计部甲讲，伊讲尊重啊指教，税入啊差价转为新台币1亿啊611亿，好、哦，这拢会使予大家。知影是，吼、哦、啊！这就是讲政府潜在的债务啦，连增啊啊2兆啦，所以咱发现着讲实在足冤枉的，吼、哦、啊！咱这要做以后，咱这百姓吼出生了后。都爱负责啦，一个人啊，啊，负责差不多93万啦，吼、哦，换算平均每人负债93万啦，哦、啊，短短一年就增加了10万，哦，啊，就咱实在心肝足疼的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报告。感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各位学员，请起立。